挑战新加坡每个 MRT 找一个女孩子改变发型。第二期 Newton Let's Go。 Hello， 可以打扰一下吗？什么事情？我是一个理发师，我可以帮你改变一个发型吗？没关系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我真的很有灵感，想帮你改变一个发型。我已经跟你说我不需要了，谢谢。我不是骗子，真的，我不是骗子。跟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公司就在乌节路，在 Shaw Center Open Hair。我是看你的头发很有灵感，因为你的头发我是觉得颜色可以再深一点，然后头顶有点太扁了。帮你做一个大的圈。OK， Urban Hair， 我有去过 Urban Hair。是吗？我那这么巧啊。OK 啊，今天是天是有点晚了，然后要不然我们约个时间，改天我帮你改变一个发型。OK，try。好。Free ride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In the clouds, thought we had it all figured out. Planning to fly away to escape everything.